许多故事的开头都是惊鸿一瞥，然后一眼万年，而结局你告诉家人什么？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一次一万，这钱好挣吗？江寒生，你回来有没有？你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，一点去哪了？喜欢过我？我究竟在奢望什么？他那样的心，就算是怀了我的孩子，也会毫不犹豫的打掉我。我就昏倒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在医院里。医生告诉我，我已经有两个月的生命。即便你生下这个孩子，那也是你的错。我家人的年龄算什么？我他妈到底算什么？啊！别别，我朝我来，你别动你啊！你满意了？你满意了？啊！只可惜，这个世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如果。